欢迎来到匠人学院的数字营销培训加实习课程介绍。我们的课程旨在帮助那些想要在数字营销领域获得 offer 或者进入澳洲本地公司工作的同学，提高数字营销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。同学在澳洲找工作总是面临着入行困难、晋升缓慢的问题，同时遭遇澳洲本地想要转行却特别被看重并要求有工作经验的窘境，以及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却没有相应的核心竞争技能。选择匠人学院数字营销实习加培训，帮助你一站式全方位提升就业技能，助你斩获全职 offer。 我们的培训主要分为三大阶段，首先是知识加油站视频课程，全面覆盖了包括了解 SEO、关键词研究、视频 SEO、 技术 SEO 等核心知识点。其次是 EDE 专业导师辅导以及个性化定制面试指导与简历修改，助力学生答疑解惑，获得职场敲门砖，迈出第一步。最后是澳洲本地公司三个月实习，真实职场实践，解决澳洲找工作无经验的窘境。表现优秀的实习生有直接获得留用机会。我们的课程特点将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求职就业辅导，并有最丰富经验的业内大厂导师带队，并通过实习机会让您在实践中掌握数字营销技能，丰富个人经验，增加简历内容。直接搜索匠人学院，获得更多课程相关信息，加入我们，不再为全职工作而苦恼。